具 TV， 玩具 TV， 喂，子龙，我哋今日有新嘢喎，正啊的，系啦，我哋以往百开嘅通常都系玩具，呢、這个咧都系另外一种玩具嚟嘅，系啦，咁啊呢一个咧就系 New Geo 啊，咁啊风魔90年代至2000年头啦，咁啊凡系打格斗 game 咧都无人不识噶啦，特别咧系拳王啊。是其實呢種 mini 嘅系列咧，由邊係咪由任天堂開始？真係由任天堂開始，由紅白機開始啦，跟住超任啦，出咗日版、美版啦。係啦，咁然之後而家就到 New Geo 啦 ，New Geo 啦，年尾亦都有 PlayStation Classic，PlayStation Classic 係啦，世嘉都排緊隊，世嘉五代。係啊，咁如果大家真係當儲玩具咁去玩咧，咁啊儲下儲下越儲越多啦。咁我哋亦都俾大家睇下個 size， 如果佢落嚟打機會係點啦？咦，好似佢可以夾1:6咧，比較夾啲嘅。係啦，就可以扮打。呢個就難啲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就大約咁樣講一講啦。咁就今年出嘅，行貨就880元。嗱，講開行貨咧，就要談一談啦。即係我喺呢一個。講貨嗰個 Facebook 咧，就見到有一啲訂購嘅網站啦。咁我去咗 HKTV Mall 嘅，咁點知訂完之後咧，通街派曬貨我都未有，今日我先收到啫。所以而家先至派嘅，真係唔緊要，唔緊要，貴過街陰公。但係唔緊要啦，玩到就算啦。40周年，所以咧佢就特別乘機就推出40隻 game 嘅版本。點解會買呢？因為咧要招呼親朋戚友咧，要有部街機咧，但係。如果要是名正言順拿出街的，一定要是買回正版，是、啊、就不可以買那些什麼，當然那些什麼月光什麼寶盒、啊、那些、啊、那些 就你拿出街就不準了，而且始終、啊、即我們是講正版的嘛、啊、所以都只是講正版、啊 okay 啊、那他就收藏了最主流的 SNK 的格鬥 game， 包括拳王由94去到2003的、啊、基本上呢就為了儲拳王，你除開一隻都是幾十元嘅。係啦，嗱呢啲就唔多講啦。咁啊，直接咧有兩個手掣啦，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配件包啦。即係其實只係點解要買呢一個咧？呢、這個 HDMI 線咧，因為咧。呢、這個 HDMI 線咧，街係有得賣，但係咧街你唔會買到有 New Geo logo 嘅、哎、HDMI 線啊。係啊，所以咧連唔係呢條係低啲啊，連呢一個 USB-C 嘅線都係有 New Geo 嘅 logo 嘅、哦、，Type C 作為呢個 Type fans 咧買呢個一定要買嘅係啦，仲要呢個原裝嘅保護貼，死未？有冇 New Geo logo 啊？你個好啦，仲有啦，咁啊開玩嘅時候咧，你見到我哋已經準備咗兩個手掣啦，係啦，係新嘅，即係唔係當年嗰個手掣嚟嘅 ，OK？ 呢個叫咩 ？Type C 係咪？是 Type C， 系啦 ，Type C 嘅好處就是正反都用到嘅，系啦，可唔可以插落電話度用咧？咦，可以試下喎、啊，可以 try， 可以試試喎、啊，系啦，咁我喺度試咗呢個先，一陣再插手掣。嗱、啊，著一著個機先，佢就可以用呢、這、一個外置電嘅，外置電嘅，咁用平時用開係咪五 A 啊？嗰啲叫咩？即係嗰啲筆芯電？唔係，個 watt 數即係用低嗰、那個啦，五 watt 嗰個啦，係啦。OK， 好，咁開咗啦，開機啦。哦，即係就佢冇乾電嘅功能嘅，係啊，要薄電。咁你見到有 SNK 40周年啦，會唔會反光啊？會唔會啊 ？OK， 唔反光。OK， 好。咁因為佢咧，其實已經見到咧，佢係好親切咁樣咧，有呢啲 SNK 年代嘅 New Geo 嘅機，同埋咧佢可以揀咧，最窩心咧就係佢可以揀中文啊，有日文、韓文、英文、中文都有嘅。咁咧。不過麻煩的地方就是教音量要在這裡教的，你不可以在部機外面教，就比較麻煩一點。好了，事不宜遲了，那我就看看什麼 game 啦。嗱，94開始呢去到，我們玩97啦，直接。是啦，2003的，跟著有那些，士雲啦，士雲有兩集的，不是三集的，有惡狼啦，惡狼也有幾集啦，世界英雄啦。這個是風雲龍虎之拳一如華劍士，哇如華劍士是啦，好多即是總之你很多橫向 game 啦，合金裝備都有三集的，是啦，咁就還有其他啲比較冷門啲遊戲。好啦，除此之外啦，係有呢一本啦，係呢本你咁買嘅，係啦，呢本係 Game Weekly， 係啦，要呢個有50,000。嗰本18元我睇完一餐、哦、一餐飯我就諗咗啦，有齊曬所有招式表啊，係啦，同埋有秘技，好，唔講咁多，即刻開波。我已經測試過嘅，手提電話係唔兼容。哎呀，好啦，咁鏡頭嚟到呢一度，喺呢度啦。OK，
好，睇住啦，睇住啦，睇住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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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哋玩咩啊？拳王咩？拳王九七啦。你中意九七啊？卡食啲嘛。O K。我谂应该冇人冇玩过九七啦，我都得。睇下先啊。佢都好大声。九八。Yeah。系啦。嗱，如果插咗 two base 手掣咧，咁 one pair 咧就係用呢個 drop stick 嘅。咁其實咧，你可以咧試下做用 drop stick 係會點樣啦。哇！呢啲係令人感動嘅 opening 啊！好，直接嚟就得啦。Team VS 係啦。咦？我揀喎，你冇得揀。你撳啊！你使唔使插個手指啊？唔係插個手掣啊！手指。我又係我一號掣啦。係，我直頭用一對啦，唔好煩啦。哇！用一對我。用八神音先，咦？点样拣？魔化咗嗰个咩咧？魔化咗揿 start 就应该系，系咪呢个啊 ？Select 哦，系喎，系嘛？试下先，哎，算啦，我都系唔好啦，我都系用翻主角队啦。OK， 通常我都唔理伏兵嘅。好啊，好清楚啊。OK， 好，啊，不得了啊！其实我唔识用大门噶。我覺得咁樣係冇公平嘅。如果可唔可以兩個手掣都用手掣得唔得？可以。唔係呢，但係呢個其實唔好出，冇咁理想嘅呢個係。如果兩邊手掣個大家都好。係咯，而家鄧係子龍嗰位好辛苦啊。哦，係喎，哦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冇問題。我唔會輸到賴皮嘅。下彎就算啦。即係兩個手掣。係啦。放心，我重腳都踢得死佢。你下一步可以試下插定自己喎。哎呀，好，好喎。咁我就試下插掣，唔知佢可唔可以即刻轉到俾我咧？好，插得邊樣咁好嘅？係啊。誒未？誒得，即刻認到喎，果然係好好啊。哇！哇！紅丸嘅。哇！哎呀，唔記得點樣出佢個雷光拳喎、啊？呢、這個係後拳啊，波波啊，應該係出唔到喎。打住佢，哇！硬食。頭先用嗰啲就係當年嘅屈機啊，就係擋咗都開唔掂。有一腳踢過你雲啊！夠腳長啊！話俾你聽，嗱好咁啊，我又同一時間一路打一路旁述，睇下得唔得先。好咁啊！草太京對呢個二階唐紅丸，哇！超重擊，哇！避開咗你先，係啦。哎呀！喂、哎、中咗，無色。哎呀！可惡，真係好興奮嘅，玩翻呢啲遊戲咧，要嗌出嚟嘅。你仲要普通滿添喎 ，round four 啦。你仲有一個係咪啊？你有升階版嚟嘅。哇！你居然揾到一個電視機。哇！哎呀，搏嗱，你有連招出到噶？擋打，啊不夠！哇！大細細，出動！呢個幾正常啊！哎呀！哇！杨文，要见埋你推面啦，嘅咩啫？哎呀，左方就死啦，边个嚟噶？嗰个系阿碧嚟，杨文嘅，我知啦。时间嘅关系，我哋又可以再转好。哇，再转！电视机系啦，真系得噶，真系得噶，真系冇信号喎。唔系，如果唔啱，欧杯唔啱。有冇暂停啊？冇得暂停喎。哎，有暂停一下先啊。等等。哇！我有啲緊張啊，係啊，最後一回合我能源咧得翻三分一都冇啫，三分一都冇。OK， 究竟可唔可以贏咧 ？HDMI， 一二三，是哪一個？可能係二或者三。我幫佢裝下，擺低一幾碌豆腐。誒 ，sorry。